现代人追求健康舒适，在家电产品的选择也更加多元。因应环保节能的需求，最新推出的热棒热水器使用的是符合欧盟标准的 R290 冷媒，还能结合太阳能板，换热效率提升了100%。我们不但采用比之前更厉害的 R32 的环保冷媒，这一次我们为了欧盟的一个推动，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体式的机种也都使用了 R290 的环保冷媒。这两种冷媒基本上都不会破坏我们的臭氧层，但是为了绿能，其实大家的最主要的议题都是如何降低减少全球的温升，那 R290 的冷媒就可以很明显的降低这个温升的伤害。很多人都希望能远端操控，今天我可能快下班了，我希望我远端用我的 WiFi 去操控它，使它开始启动，或者我想要设定今天我突然家里有来客人，我希望温度调高一点点，或者是去做一些定时的设定，都可以很简单简约的从我的手机就直接设定。压缩机和风机都拥有双变频技术，不但节能省电，还可以连上 WiFi 透过手机来控制。慎选哦，这个好的这个热水器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过往将三段火排升级到五段火排，可以有更多段的控温，可以更精准的让热水最小温升2度，这样洗澡水会更温和，夏天就不用担心热水过烫。从环保、纯净、享受来出发，大家不但可以体验更舒适的现代生活，也符合绿建筑的指标，为2050近零碳排更尽一份心力。记者谢耀珍、王淑明台北报道。